我们现在冲一个648，共享不用让，没有关系的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以后我不让就 OK 的。好，充值成功，来来来，抽一下这个符文。小气。问题不大，它那个经验是一样的，就是每个人应该是就只有5个，你知道吗？以后我再多了解了解，问题不大。然后先抽个3次、4次，攻击不行，我还差一个追命一击。每个人都有5个哦，这样子，没关系，我答应他了，我就做到呗。好了，追命期近半小时无缘，开服庆典可以兑换2个，剩1个，还差一个这个世界 BOSS，我们继续打，好像还有这个 BOSS 的。每个人都有5个，好的好的，我下次学习了，这个世界 BOSS 打一下。啊，这个邮件其实没什么关系啊。刀疤啊，这里刀疤我就帮他打一下吧，自己就不想他了。因为他已经开始打了，这里我输出超过他的话，他的归属是会跑到我的头上的。你看这里有一个掉落归属，对吧？上面也写的是掉落归属是他。妄图妄图，念念不忘。我大概打到50血的时候，应该就可以了。我打到50血的时候，这个归属应该就是我的了。但是我最后要让一下他，我待会儿直接去打这个三角形的 BOSS。刀疤他打这个其实挺困难的，我先帮他打一下。我打的还是挺快的，我想验证一下，哎，果然是我的，53血的时候是我的了。OK，一起拿一下这个300的 BOSS。神扑啊，神扑副本还没有做，忘记了。充了13、14000，再过1小时就充到15000了。6点半的时候，15000应该是有个啊，没有，哇，15000没有奖励，剩下一级的奖励就是这个2万的了。好的，邀请入门，我看一下，30个人了，管理一下。刚好最后一个20万以下的，我们就先踢了。3小时没有上了，要龙，等等，兔兔在打我吧。拿4个，为啥不亏啊？我这个有毒啊！为什么能拿4个？个人领主其实已经可以打了，今天升到250级，要升到250级才能打这个7阶的，现在只能打6阶的，可以免费进入，然后后面2次是要花一点小钱。哇，刚才好极限，差一点就和这半管的经验失之交臂了呀！装备还没有到205呢，应该不减一次两次的，我刚。又要批评我了吗？不是我拿的，是我，对，因为是我和他一起组队的，我等级高带他打星空，这话放在这里了。因为刚才归属不可能是那个兔子兔兔拿的，有个兔兔对吧？啊，这里金币也顺便收一下，贪欲巨兽可以使用一下，来，贪欲巨兽，这是啊，在这儿，死都不要的，不是自动的，走走走走走。金币，死劫还能再走4个哦，来的来的，好，猪会捡了，其他的无所谓，再打2次，烧个人领主奖券，刚才给那个东西其实不错的，这里加的吸烟战力其实就已经很赚很赚了。给的东西有点好呀。刚那个坠子可以帮我提升了，提升之后，套装应该就可以搞了呀。我看一下，5星套装哦，可以搞了，刚好呀。6道的话也激活一次，现在加的还很少，以后激活一次可以加10万的战力，非常的夸张。看一下兔兔怎么说的，不打我都没看点，不是吧？那打 boss，打 boss 就看点了。来来，再打四个人。打他们就意味着我要多充钱，知道吗？不充了，不充了，我就是今天多充一点，以后我每天少充一点，每天3000、4000的差不多了，这比可怕吧？打我才看见，他这样为我市民考虑的话，那不要打我呀！看就是每 boss 拿4到5个经验单，哇，怎么神父又收到这个好东西了？我的天！让我们好好玩玩吧，要当次这个国王。
等他跨区的活动开始之后，应该是一个月之后，跨区活动就开了。这零亏，亏的。探月之兽应该用不了吧？啊，这可以分解，但这个也可以卖吧？这个蓝色的，我的人叛变了。啊，是的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米可也是咱们自己人，只是不在个工会，对吧？没有关系的。这石头 buff 了，不打你，还有什么看点，对吧？啊，爸爸被和谐了，你这个诉求没有得到满足。哦，已经有人了，就帮他打一下，无所谓的。现在说 buff 还言之过早，为什么呢？还有其他的可能吗？托马上就要来了，我还巴适不得他来呢。安排一下，你们先安排一下。三七的手游很少会有那种托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市场没有卖出去吗？难道要卖199了吗？先出先借，没有人买呀！你看我的还是最便宜的，没有人买。每日累充，每日累充以后好像是有的，可以的。我等一个情人好吧，情人后来去上。但情人他揍不过我们那么多人的，他到时候会被揍哭的。他如果来的话，红包拆一下，18榜钻，第二天就有了。对，六块，最高一档是128。所以这个游戏它是没有龙虎那么多氪，先出先借卖的不贵，你去抽，现在抽奖人很少的，因为现在抽奖不是怎么划算，等活动会划算一些。现在抽的人不多的话，还有人出来卖，其实卖的人不多的，懂我意思吧？神扑还没打，先打 boss 啊，打完 boss 再去。神扑永远在等着我，对吧？但这个 boss 不一定等我。三七游戏的拖是最狠的，不一定。我玩斗罗也没有见到拖。然后一刀，我认识的那些大佬，他们也没有遇到多厉害的托，就是我没有听说过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托有多厉害，没有听说过。三七只是说他这个游戏里面大佬很厉害的，你要真正说托的话，不一定说排名第一就是托，不是这样的。要总有一些很奇怪的人出现，很奇怪的情况发生，才会认为那个人是托的。套装，先等等，锻造没了，别的套装看一下。哦，套装可以激活四件套，加2400，日常升一级，每日必做，哇，可以了。有托进来就一直对外，我就喜欢打托。雷蒙大人已经发话了，石头大大应该是一边电脑上看着直播，一边手机上玩游戏。哎，这次捡这个经验单捡的有点慢，升级，排名第一多少战力了？260万打领吧。如果我当初玩神魔的时候，第一天有那么猛，那些人应该就不怎么上了，然后我们就赢了。来打下神仆，来看一下，我现在距离危机还差多少？还差600多一点积分，就6000块钱。这个确实是要20000才能到危机。哎，邮件，哦，新功能开启，装备合成，哇，合成一下这个装备。啊，装备来了，二星红装，又去看一下五阶的三星可以合，但我觉得没什么用。啊，这是懒羊羊拿了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有的一区反而不怎么厉害，因为像是我们之前玩龙武的时候，一区大佬这个烟某，他可能 buff 的时候花了一些钱，然后后面就没怎么花钱了。哎，挑战一下200级。最后一个，好，升了一级，星级奖励两个都不给我，有可能的。不养兔子吗？反正我说了很难一碗水端平。这里护圣灵，哦，这个要一个一个挑战的，这个不能直接打这个困难副本。你看，它必须要先完成普通的。我们先来打一下普通的。OK，VIP7可以增加一个这个次数啊。点双倍奖励，哦，双倍奖励也没有点，我忘记了，可能应该是太猛了。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吧。之前说给大家看一下排行榜的啊，我现在比他高10000，哇，可以啊！他现在实际上比我实际上比他高了100000哎，但我肯定不舍得打兔子的，到时候把公会名字改了，改叫做什么兔兔，对吧？我们这儿人太多了啊，人太多了，就一个这主播
114万 ，V5 V5 是多少钱啊 ？V5 是2000还是5000？有两个 V5 V4 倒是，哦不对 ，V5 应该不是很厉害的 ，V5 是500好像是，V4 的话只要98块钱，这里可以打两次 ，V6 8000哦这样子啊，好的 ，V7 2万，好的好的，这个清楚了。给分会员发几个高站，那高站为什么想去分会呢？主要是要看这个高站愿不愿意啊，人家充了钱，人家想去哪都可以的。是的，之前玩过一次，而且没有那么卡。服务器内存超载了，不是的，不是，手机上玩的很流畅。这个是由于我模拟器的问题，模拟器本身没有手机厉害的。扫荡一下，哦，300级开始扫荡，这还得再打一次，估计再几天，这样看的人就少了。是的，完，我得要和沈兔大大说一下。俊哥没发力，俊哥为什么要发力？我们都自己人，为什么要相互坑钱的，对吧？这个战力我觉得有符文我也不安了，就即便抽到那个符文我也不安装了。好多东西都要等到等级到了才能解锁，是这样子。游戏我之前打算玩2到3个月的。OK， 2.54亿的经验，这个2.54亿其实已经很少很少了，立即完成。207级，现在的话我先不要打 boss 啊，现在是7:30开始这个战魔晚宴，我现在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准备换一换这个模拟器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对，我知道这次有非常多的人进来，昨天知道的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加天的，我们创建了很多个工会，我找了很多人做这个工会的会长，到时候还要给他们报销来着。全神兔吧，神兔也可以。对，我觉得自己人做自己人的对手不是很有意思，完美情人还差一点点，还差6级，350的 boss， 290，看一眼，哇，这里有3个队友，开一个和平模式，这里还是不要打他们的。350这个我一个人打过，感觉，战魔晚宴还早呢，18万有点少，所有的氪金游戏基本上差别不大的，而且刚好这个游戏是因为我熟悉，你知道吗？符文抽了就可以打了，符文加的是虚战。这个游戏没有返点，这个游戏我可以稍微赚一点 ，OK， 但我不是托，就是你自己也可以搞的，你自己也可以搞的。像我当年玩斗罗也是一样的，斗罗三圈区我帮大家充一点，但是我这个成本也是今年5月份才抽回来，充钱吧，充一个68。开费累充，15000还差一点，来寻宝吧。符文寻宝，好，可以抽4次，只有一个黄的追兵机，攻击，暴击，再给红的经验暴击，尖盾，这才行，但还是不太行。改名卡发放，这个发了一个改名卡，以免影响游戏进程啊。七绝先出出售了。7绝仙珠出售了，好的，仙珠确实值这么多钱，我们再抽一个这个仙珠呗，啊，但仙珠很难抽的，我感觉。这个3600的积分我们先留着，然后这里我们抽一个看一看能不能抽一个仙珠，再抽一个仙珠就厉害了。这个真的要68才能拿一个这个仙珠的，其他给的这些东西除了这个接单啊，这些稍微有一点用处，其他用处不大的。再来个648吧，这个模拟器好像重新启动一下就不卡了，可以打友谊战。我这里不能死啊，我这里先走走，我怕他打我，先让他扛下这个伤害。都奖励钻石，那奖励的不是钻石，奖励的是宝钻，宝钻没有那么值钱。哇，这个神兔兔兔也有点厉害啊，排行榜，看一下这个神兔兔兔，120万战力。可以的，因为我这个是有续战的，我这个续战很高，
他这120万战力其实还不错。来，我们继续寻宝。这个游戏首充100000就是傻逼，不好意思，我说脏话了，不该说脏话的。但今天充了100000进去，过几天就贬值了，就大概就只相当于20000了。仙珠需要的，哇，还差2个仙珠，哇，仙珠又来了，刚好我需要的。彩票头奖，96万血不太够，100万血感觉就够打这个 boss 了。嗯，我没有充那么多，我这里还能卖掉一些，所以还不错。这个仙珠，来250块钱，仙珠还是比较值钱的。有件看一下，改名卡发放，全部领取。对，现在氪金效果差很多。我不改名，我这里没有被系统禁用啊。有的人他 W 二开头的，就是会被系统说违规。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是在哪里啊？战魔仓库，是战魔仓库买了，提醒我，因为以后我还会抽到的。现在趁着这个价格比较高，先卖了。对，卖这么多，神兔妄图，问题不大，46，这个血量还差一点，这个装备再给它升级啊。对，它能够稍微提供一些别的，比如说那个积分，那个积分是很宝贵的，抽奖给的那个积分是很宝贵的，其他东西也有。我对烟雾没有兴趣了，我家实力不允许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加一下这个战力，只要加一点点战力，我就能打过这个 boss 了。我现在其实和他差不多，啊，多了10000血。来看一下守护，升级太贵了。韧性防御，防御加的多吗？加的不多。暴击，等这试升好，试升好之后，我们去把肩符文再升一下。对，就有可能把这个散人吓走了，他们可能去1-1了，也许啊，这个游戏还是有问题的。他刚刚看那个微信说是1-1没有删，那1-1没有删的话，为什么要去1-2呢？对吧？我们知道1-1是有特殊情况的，那里面可能会存在，比如说 V15 之类的这种测试号。反正我是觉得，哇，大妄图，反正我是觉得这样是有问题的。系统给的是客服发的，其实，因为 W2 开头的这个名字的人，有可能是被系统封控了。就是与相当于是禁言一样，不允许你说话，这个就很麻烦。我养一下，稍微加一点啊，这是攻击暴击，这个无所谓。我需要加血量的，符文守护升2级，尖盾升2级，好，98万血。这游戏打这 boss 还是很爽的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有没有感觉到这 boss？变得更精致了，我不知道是这个游戏的问题还是模拟器的问题。10颗钻石，原地复活一回，这里不能原地复活哈，这里复活不了的。转战士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哇，我现在好像可以无伤打350的 boss 了。他也可能是开服的时候一次开了2个服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子。弓箭手的射程是最短的，竟然是这样吗？不是啊，近战肯定是最短的呀。法师打架爽，现在还不是很爽。现在看一下升一级要多少的经验值啊？30亿，打一个这 boss 25亿经验，差不多能升一级。哦，升级会回满血，这样子啊。哇，查理斯。查理斯，我现在抓紧，在没有人打350的时候先打一打。哎，其实你们说的那什么，虎牙的那个主播啊，几十亿战力的那个人，他其实也没什么对手，看点在哪里呢？对吧？我要想想这个问题，到底我做视频是为了什么？这样下去还能不能再继续玩？至少我们人数一定是比虎牙的主播人数要多得多。眼睛不累吗？眼睛还好，主要是这里肌肉很酸。休息一会儿，因为一直在操作鼠标呀。游戏没对手，我搞笑点就行了。你就想看充钱是吧？反正我这次比之前要狠，一天充5000，就是5000的游戏币。嗯，这次
看情况，我觉得看人数还是应该会多一些。我不知道具体会有多少人看，如果没有对手，确实看点没有那么精彩。我们也许可以打后面服务器的人，后面服务器还会进人的。因为一区的话，就是一区会有一杠一、一杠二，还有1-3-4-5-6，六个区。你只想看我氪金，提波对手无所谓。我只想打 boss， 你知道吗？原先打 boss 打得太难了，被前人压的。这游戏里面最爽的就是打 boss 的环节。一区有大佬吗？哎，说不定啊，说不定咱们一区是有大佬的，到时候咱们可以揍一揍。如果那个是真实玩家，就可以揍一揍；如果是不可能是测试号来揍我们，对不对？打看打 boss 打够了，我们这儿禁服本身有多少人看不出来的？禁服本身有多少人看不出来？你排行榜前面的都是我们的人，后面一些战力不怎么样的，我看一下，会有一些人，但是这样的话都是我们的人的话，就显得他们人数太少了一点。我的天，这个玫瑰虾米，你看这个真实玩家都没有几个，大概10个左右吧，50个，前50里面有40个是我们的人，这个太夸张了啊。等一下，这 boss 怎么打半天只打了20的血？对，最后玩下来就几十个人。我之后主要是要看一下之后的视频效果。如果之后的视频效果，还可以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，没有问题。致命没有刷到，先等等。三个还有乱氪，我这里就第一天本来就打算氪10000的，后面以后每天5000了不得了。输班情人，输是你真的敢来？哇，这是真要好了。等这个视频放完之后，我们再走位吧，可以打他半血。因为我确定我们之后还会再继续，再抽的，我肯定能抽到，不用着急。最后我记得有150抽到过，别死了，别死了！哇，感觉要死了呀！这个式神不加血吗？这个式神没怎么给我加血啊。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神速大大。帮我扛下这个伤害，不然很痛的。我靠，这个血量！现在我那个话感觉要打脸了。如果今天之后没有对手的话，说不定有这个可能啊。今天之后没有对手，可能就玩个20来天。我觉得一杠一真的，如果我们进1-1，人数应该会更多，而且我们在一区 buff 其实也 OK 了。今天后没对手，还玩20多天，看情况啊。如果完全没有对手的话，可能确实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虎牙主播说明天带主播来打，官方不要少拖了，我真的不想打拖，打拖没有意思啊。这个游戏合不合服我其实不清楚，你们谁有经验谁可以出来交流一下。对，我们有时候对手很强，我就想着说是没有拖最好了，甚至没有那么强的对手就好了。兔子够揍我，但是没有必要内耗啊。他揍我，我也不生气，我不会说我要变着法子去打他，我根本下不了手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怎么打他？兔子在我这儿，他的实力足够做我的对手，但是，我感觉我心理上不想把他作为我这个对手啊。建个神度给我打妄图，不要。这钱省着钱买冰淇淋，它不香吗？和兔兔每天固定充值。